NBA 新赛季训练营将在两周后开启，和往年的斗志昂扬相比，今年各队的士气都有些不足。考辛斯将勇士的巨星篮球推向了顶峰，勇士五巨头早已名声在外，就连詹姆斯也承认下赛季的总冠军将属于勇士，唯一不服的是火箭。火箭已经证明他们并不惧怕勇士四巨头，如果考辛斯不能成为巨头，那火箭就有机会。今天体育画报官方发布了2019年 NBA 排名前100名的球员名单，在后半部分考辛斯的名字赫然在列，仅排名第68位，而在去年发布的该榜单中，考辛斯高居第23位。因为重大伤病和频繁换队，考辛斯的状态并不被看好，从排在他前后两人的能力更可以看出考辛斯如今的处境已经很难被称作巨头。排在考辛斯后一位的是魔术霍华德，早就没有了全明星的风采，近些年一直在流浪，接连被老鹰、黄蜂和篮网放弃，最终只以一份中产合同加盟奇才。考辛斯仅比霍华德高一位，说明专家也并不看好考辛斯新赛季的前景。更关键的是，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脾气都不太好，考辛斯甚至可能对勇士产生负面作用。排在考辛斯前面的是第67位的迈尔斯特纳，特纳年仅22岁，上赛季场均贡献 12.7 分 6.4 个篮板 1.3 次助攻，只能算是一名蓝领内线，排名居然超过了全明星中锋考辛斯，让人大跌眼镜。加兹小将特纳和流浪汉霍华德中间，考辛斯的处境非常尴尬，和勇士原有的四巨头相比，他目前还不能算是第五名巨头。除此之外，在第50到100大球星中还有多名内线排在考辛斯之前，比如爵士的费沃斯51，尼克斯的波神52，76人的沙里奇54，鹈鹕的米罗蒂奇60，猛龙的瓦兰63，开拓者的努尔基奇64等。可以看出即便在下半区考神也已经算不上顶级内线。在考辛斯重回巅峰前，勇士的五巨头还不能成立。如果只论名气和过往的成就，火箭也可以勉强凑齐四巨头。夏尔佩纳是准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能力不输第51位的费沃斯，安东尼更是曾经的巨星。火箭今夏补充了多名强援，勇士最大的收获只有一个状态未知、情绪不稳的考辛斯。双方表面上天赋差距大，但火箭球员也都是实力派，火箭的机会在于比赛是靠打出来的。